位歌手安普五号晚间则是在北流举办巡回演唱会，而他上月才以歌曲《最好的时光》得到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项。在镀金后的首场演唱会，一连演唱多首经典歌曲，而且小露性感，让歌迷们眼睛和耳朵都超满足。最好的时光出现了吗？有人曾爱过你，你有过怀疑，否认和伪装的伤，而你爱过了啊，所有梦寐以求的代价，绝无留恋和坚强。先用金曲年度歌曲打头阵，安普细腻的歌声一开口就打动歌迷。失去的都是人生，当你不遗忘也不想曾经我爱你，无论谁在手里，想在怀里，都不必生活。或许我们一遍遍地往天上打。今年3月，安普因突发性颈椎破裂紧急入院手术，这是他术后首场个人演唱会。安普全力以赴，要带给歌迷最好的演出。他说出了一个我愿意牺牲的字。我觉得现在的我其实是当年我想成为的自己。而不止唱的卖力，他更难得小露性感，身穿绿色短洋装，露出大长腿。My life will hide this way。 时而性感，时而摇滚，时而感性抒情，安普这个晚上带给歌迷与众不同的音乐飨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